大家排队。鸡腿呢吗，姑娘？行，拿不着。给你买个脑袋，带脑袋的。给我拿。嗯。哎呦，哎呦我的天！有点辣。咸呐。来爸爸。你吃这鸡腿。放盘儿去，不能了。正常咋能呢？咋的？这剩了放哪盘儿来了？那也放，你这一掰完就得放盘儿。那没整明白呢，那一会儿放来。你咋不用？不是一会儿放来咋的？嗯。娘，我也把头人俩去。我也想看去。那你不去？今天咋不去呢？没你来。哎呀妈呀，那鞋柜你知道整到啥时候吗？整两多点儿。哎呦我的天哪！那你整两多点儿，我姑娘干啥呀？玩儿啊？一边看着一边玩玩呀，泡会儿睡觉了。这死肉都有钱呐。还知道做事儿呢，姑娘啊，你看我姑娘那小脸儿扇的，啥不敢？
他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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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了我呢。吃吧，干啥呀？提手啊！人说正宗的这个老王头在铁西啊，咱没去过。我说他家也挺好吃，就死肉里面都能拿针，完了打料，打完料好。这鸡皮可老爽了。来，行。哎，累死我了。这碗吃别，咱就到这儿了。不喝酒闹心呢。嗯，拜拜。我脚上缺点啥呢？那肯定的。那拜拜。啊，你说一个。